迪迪哥最热情的掌声加尖叫，好不好？华山游园区，那今天这场表演是我最后一场表演，那接下来这段表演是我所有表演里面最后一段的演出了，那希望大家可以停留到最后，谢谢大家。希望你们可以靠近一点点，有一些走道跟通道给后面，好不好？然后近一点，等一下也看得比较清楚，因为有些动作可能会比较细微一点。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
Thank you.